为了改善左转车阻碍直行车流的情形，也减少直行车误入转弯车道、切车道时造成侧撞交通的事故率。桃园市近年来在许多路口都划设了偏心左转车道，黄进平议员实际带相关局处到平镇延平路实际会勘，整条延平路每个路口几乎都划了偏心左转道，但很多左转车流根本就不多，反而成为交通堵塞乱源，要求市府检讨划设，因地制宜。主要就是因为在上班上学跟下班放学的交通尖峰时刻后，每天早上跟每天下午傍晚，因为交通局当时利益良善的规划了偏心左转车道，可是始料未及的是，偏心左转车道有些路口如果只是专门为了偏心而偏心，会不会变成有些驾驶人会觉得说，我这个路口需要吗？它的需求如果偏心左转，它的左转车流量的需求量不是那么高，需求率低的话，反而造成有些偏心左转的路口车道它会闲置，而偏心左转往往在路口开始到这个路中央的那个阶段，它又占了一个车道的空间，那变成闲置的状况的话，那另外两个车道，中线车道跟外车道，它就变成除车空间有限，然后反而变成路口它的一个无法净空，车辆就是全部都塞在路上，所以在交通上下班跟上学放学的尖峰时段就会变成经常塞车，那也会让民众诟病，所以变成偏心左转它已经完全失去它的这个意义，所以我才希望交通局能够重新调整，让整个偏心左转车道是不是有些路口它的左转量低，左转车流量没有那么高的这个状况下，让它的这个偏心左转车道可以延役调整缩短甚至取消，或者是它的有些路口与路口之间的那个绿灯续行秒数的连贯性统一调整，加上偏心左转的车道，我认为从6月21号今年6月11号开始设立整段延平路，从中立国小、中立分局这一段延平路康乐路口、龙岗地下道的这边，到中丰路延平路，甚至到那个阳明医院那边，一整段的这个延平路一段啊，都设了偏心左转车道。从6月21号到现在9月20几号了，已经三个月算是可以滚动性调整了一次。我是建议桃园市政府交通局，以后这种政策至少每2-3个月你就要去滚动性的调整，去调整发现你的这个车流跟路况，还有是不是真的有达到疏解交通的目的。如果真的有达到这样的状况，你可以再精进你的这个政策作为，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似乎可能要势必要调整整个当时你实施的这个交通的这个政策是不是没有达到更彰显它的一个改善交通的问题。尤其像这个路口有涵盖了中立国小、还有中立家商、还有中立国中，再往中立国中的方向过去走的话，甚至还有新市国小，所以在周遭整条延平路一段有这么多学校的这个情况，有中立国小、中立家商、中立国中、新市国小，新市公园旁边还有一个新荣国小，所以至少5间学校、5间的国中、国小，还有高商、高职在这个整条延平路一段的学区上，所以往往延平路康乐路口跟延平路德育路口，还有延平路的这个中丰路口，就一直是我非常重视的行人跟车辆都能够安全行驶跟安全行走的一个空间。所以为什么我会花很多的时间在延平路康乐路路口这边设置了行人专用石像，早上上学上班跟晚上傍晚下午傍晚的时候放学跟下班的时间，要求要有行人专用石像搭配，刚好最近不是行人的行走在斑马线上被公车不幸撞死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全国都很关注，所以这一直以来行人的安全行走空间就是我需要帮行人争取的。所以为什么行人专用石像，包括行人的标线型的这个人行步道绿铺，我会从这个中立国小这附近周遭的康乐路延平路口，刚好这里是平镇中立的交界处，它往这个龙岗地下道，然后车辆非常的这个繁忙，车水马龙。那从中立的这个延平路康乐路口跟平镇的交界处这边，一直往平镇延平路一段，到德育路平镇延平路口哈，我也希望说标线型的人行步道绿铺啊，能够维持它行人行走的一定的安全空间。接着呢，你让红绿灯去保障行人的这个专用石像的描述，然后再往前走中立国中，很多的家长经常会到那边，让这个他的孩子学生上下车临停，所以
往往到了中丰路延平路口，它的延平路除车空间又不够，那可是车道就这么多，不管是这个往南往北，南来北往的都是各两个车道的话，那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其中的车道又把它缩减，挖出第三个车道做偏倾左转的话，所以我才会说整条车道你要必须因地制宜做一个调整，不管是针对某一个路口，比如说平镇中立交界的这个康乐路延平路口，或者是在平镇区的延平路德裕路口，或者再往这个中立国中方向的延平路中丰路口，这么一个交通大动脉，都要去特别注意到说它的一些车辆、车流量，然后人流量。学生上下课的这个，他的一个人次，交通的动脉就像是心脏的血管一样，你就塞在这一个地方。那难不成这里就像是我们俗称心脏血管，你要放支架吗？那在这个地方，我才会希望说，交通局跟桃园市政府的这个警察局、交通大队跟平镇警分局，我们一起来会勘研议一下，真的能够达到这一段从延平路康乐路口到延平路德裕路，以及延平路中丰路口，甚至再往下走到延平路。益民路跟育英路，整个大路口哦，这整条将近一公里的范围，能够让它达到行车顺畅，行人的这个行走安全都得以保障，这才是我原始希望交通局可以跟我们这个再结合实际的路况，一起到现场来会勘的这样的一个初衷。无非就是能够，我最重要的还是希望优先保障行人的行走安全啦，行人的安全这个是最重要的，避免桃园市变成人家常常口中在讲的行人地狱，再加上。车辆的这个行驶的安全，所以我认为说这两项要平衡、要保障的话，我们在路口还有这个车道的设计上，还有这个红绿灯号志秒数的调整等等，这些都必须尽量方方面面能够兼顾到。